上网找那个马路啊，啊，马路，还是我觉得我们比较适合唱歌，不要讲话哦。讲话后面有人在理我们。你们有听过女人的选择吗？女人的选择都没有听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唱给你们听。啊，所以这边有女人吗？耶、yeah. ！那女人掌声应该要大声一点。因为这首歌好像是，耶、yeah, ，就是这首歌像是唱那个背叛的，是要用很用力的那种拍。好像这个好像是男人要唱的啦，啊，女人要听的。啊，其实他们角色也是可以互换的，看用什么心境去想这件事情。我们就不要讲话了，我们差不多了。也许我曾经背弃你多。
寂寞是我唯一死罪，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，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，女人的选择帅哥，有认识的朋友是？没听过吗？你没有听过吗？小林呢、啊？小刘，怎么问你？小陈，你姓什么？哦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啊李。哦，小李，先跟你叫错是？李哥还是李姐？都可以。啊，不能李弟吧？哎，我理解你。哎。好的。好人，对，好，我们就还是不要讲话。